今天又炫羊头了，两个，废话不说，开炫吧。带羊头肉的羊头，羊舌头，香。哎呦，哎呦，羊眼，有很多人喜欢看我这么抠羊眼吃了。再来一个羊眼，哇塞，有好多人是不是真的就是看我吃羊脑子吃够了，独宠这个羊头。羊脑的，再来一个，就掀这个天灵盖的时候老有点太残忍了。羊耳朵，它这耳朵里边是没有毛的，羊妈妈啊，都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哎呦，抠个羊眼，再来个羊眼。哎呀，羊脑，这里面的羊脑是最嫩的。哎妈，大鼻涕，看看还有啥吧。今天咱们依然炫两个大羊头哈，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很烫了，所以说一点都不影响我发挥。看得过瘾，记得给我点关注啊，姐妹们，走着。
吃雨莲。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这可整不出来呀！哎呀！现场的过瘾。还是这种的吃着带劲，不烫不咋烫，但是还有点带烫气儿。我这个实力就显现出来了，杨爷。这个脆骨，你尝尝这个脆骨吧。不是，啥都不吃，羊脑。哎呦，下下壳了。嗯，哎呦，饼哥，你尝尝羊眼吧，真是让你无限回味。这不吃牛羊肉的人呢，真的是没法整。哎。我睡，老嫩了。又借两个大羊头，先掀它的盆铃盖儿。羊舌头，
羊眼都自个儿出来了。你们是不是看我吃羊头超解压？我有的时候也会翻看我吃羊头的视频，我就感觉超过瘾。羊脑，羊眼，它是有一个关节的，把这个关节给它打开，这个羊脑子就超好出了。